们到了最美大学。耶！国立武汉大学。你要现金一元或刷卡一下。这也太大了吧！搭配这个校车，我们才刚走进来，不到两分钟哎。走在这里就觉得好漂亮哦。这操场也好大哦，篮球场。真是大叔在打球。啊？大叔在打球。我们看到贵人食堂了，我们今天要来吃人家评价很高的贵人食堂。休息了是不是？全部厨师都给我休息。那我就是再去吃，马上可以走这里。鸡蛋飞饼看起来很好吃，吃起来如何？就是很像粽子，它里面是包米是不是啊？肉是烧麦有点米哦。重庆四川麻辣烫，什么光子面菜跟白叶豆腐，鱼豆腐就这样三块，还有烧麦鸡鸡软鸡肉串，印度飞饼。现在已经一点半了，所以我们被关灯，到底要多省电？真的被关掉了。真的很像要走去什么森林游乐区。英语自主租电动车，可是电动车也不能骑上来啊。有啦，另外一边搞不好可以。我们到达英远了，这个人比较多哎。继续走 ，Go！ 真的是观光。学生宿舍区。下面要多大啦？一颗。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。哦，天哪，好冷。大学，这看起来就像森林一样，是怎么回事？学校里面就有一个艺术博物馆，上面有刻武汉大学的字的店。我们从一个坡下来，这边就是体育馆。啊，这里好大哦！这只是其中一个学院呢。然后你看我们现在很狼狈，只能提着包包，很重。然后我也是能提着，因为实在是太重了。这边竟然有人在打羽毛球，就在一个科系的
大楼里面。我们走出来就遇到了校门，耶！我们到哪里？楚河汉街。楚河汉街到了。汉街。长这样子，还有什么？注意一下宣传。耶，我们来到楚河，楚河，陈楚河。哎呀！好，这到底什么姿势？来，手抓着，身体往后。用力用力撑着，有你看那个撑着，就是辛苦，根本就是苦的我们。他要我就是要我拍嘛。好了，我们要前往回去长沙的地铁站了。是我要回去啦，楼楼要留在这里。对，楼楼是在武汉的那个地头蛇，然后我要回长沙。好了，真的要再见了。拜拜，快上去！拜，好好笑哦，超久的，再见。好啦，11月或是啊不，11月或12月或1月，哎、欸，小心手。you